叫个网约车，然后去二手车行卖了。看看。兄弟们啊，我打上车了啊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是不是备好3234的乘客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就系好安全带。哎，行，咱们就当是出发了啊。嗯嗯。师傅，你这干了多少年了？干了2年了，接起来。哦，对。这车跑了多少公里了？10万多的。10万多。啊。没少跑2年。也不多，多咋的都就一点儿不是了。对。不，你去那个前边那个路口，然后停一下，我去那边取点东西，就前边这。好嘞。哎，过来了，走吧，车在外面了。那个，这老板呢是我朋友，他都知道的。迈腾，跑了10多万公里，基本是约本约期。啊，你测一下。哎，行了，到前面保护的不错啊。那做啥来着？给你测一下这个漆，车漆。车漆做啥嘞？给你把这个车卖了吧。谁说卖车嘞？你不说你个跑了10多万公里了，我感觉这个发动机啊、变速箱啊都磨损的挺严重。我好端端车，一手开出来的车，我真说了，我的车你做不做？你给卖啊？我感觉卖了你换一个公里数小的，对不对？我这公里数也不大，我跟老板价钱都谈好了，18000。多少钱？18000。18000啊？18000开卖开迈腾啊？啊，你看你都跑了10多万公里了，你坐不坐车？不坐车你不订单给我取消了？我坐呢，我都给你卖了吧。你是坐不坐？坐了赶紧做啥？上车不坐了赶紧给我订单取消了。我这卖了吧，你都是10多万公里。一万八车了，这不是？哎，你别生气呀，你生啥气呢？师傅别生气了啊，哎，我刚才跟你开玩笑的，其实我是在拍一个段子。啊，是拍断了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拍断的嘛。真以为我要把你车卖了啊？我就说是跑个业务了，你都过来给我卖车呀？开玩笑的，我就是过来拿点东西，然后就稍搞笑一下，拍个段子。对对对对，谢谢，没事没事。然后这个视频可以上传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行，那咱们就走吧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还没到目的地呢。行行行，系上安全带。哎，好好，哎。